位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，有着一座黑海豚监狱，这儿关押着俄罗斯最凶横的奸犯，有食人魔、连环杀手和恐惧分子，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坏人。1745年，黑河豚监狱关进了第一批奸犯，现在监狱里关押着700名罪犯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鲜血，他们一共夺走了3500人的性命，也就是每个人的身上背负着5条人命，他们全都是被判处无期徒刑。这名男人在斗殴中将对方杀死，还将尸体带回了家，自己吃掉了一部分，还送给朋友吃了一些，谎报这是袋鼠肉。